咱身为年轻朋友，卖去纹身呐、啊，而且有诶纹身哦，我不赞同。跳上一时，跳上年轻人，也是咱诶经过一段时间，咱若忍不了，有一个兴趣，伊一个体会，伊一个经过，但是咧纹身类吼、哦，无法度一生没有办法磨灭，啊，直接咧。欢迎来参加。那么咱有几个团体团队，那么如果会当卖有负面的，卖有负面的，经过星光大学赵万修教授伊的统计。